天放假了，可以出去玩，当然还有吃好吃的。这局我们来玩个克隆。哇，不是吧，刚上来就挂机，还好是休闲模式。哎呀，来了来了，捡道具打他呀。看我的，得了得了，还救了个挂机的选手。这一局啊，本来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一块钱的 SP 的，但是不知道谁选了太妃，对面是图多，哎，怎么能选太妃呢？不过快乐就完了。打奶酪啊，哎，不是吧，我们俩都想去锤猫。哎，我的护盾怎么破了？这个护又不咋地呀，直接被香水给破了。哎，完了，皮死了，我得赶紧滚了，不能再皮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本来还想救这个孜然味，结果没救下来，还好队友带了火箭炮。小可爱爆炸吧。完了，队友被抓了，这饮料可喝不得。我这小地雷就很强，给小母猫都炸黑了。不是吧，你怎么又被抓了？你不是猫皇吗？哎，还要靠我这个钻石鼠。不是吧，这个炸弹竟然没炸到他。我这饮料存了一年了，再不喝啊，能不能过期呢？哎，这竟然是远视。完了完了，中了稳了。看我的回手套怎么样，是不是有出众的水平呢？不要怕，太妃是真的好玩啊，三级被动救下来还是满血。在所有的模式中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克隆了，你们呢？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啦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哦。